幻象的火凤凰创作展在月光小站展出，而这次的展览主题为火凤凰艺术创作者，将各自的生命历程用自己的方式转化为创作，并且来和大家分享。那这一路的改变真的非常大。其实当那个玉女说就是我可以来展览的时候，我就疯狂的想了好多的点子。刚刚玉女说我是一个很有气质然后很文青，但其实没有，我们真的刚认识了对，就是有太多种了。所以呢，我其实这次的展览很想要，就是2020有听过吗？2020做好好做自己，就是很多很多要去面对的事情，我就决定我想在这场展览就是大放然后大玩，然后觉得就是这样子，对。